本期讲解一个八月份的最新小说推文玩法指南，全程高能干货啊！小说推文是一个自媒体项目，相对于其他自媒体项目来说，它是最简单且适合新手上手的项目。这个项目不需要电子，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开始。你可以通过批量创造小说推文赚取收入，只要你有操作能力和坚持的精神，就可以赚钱，每天可以赚个几十块钱，也能赚几百几千啊！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节视频课200兆，将近200兆，讲解的非常清晰。这是八月份的最新的小说推文的玩法。如果需要本次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八月份最新小说推文，或者是最新小说推文玩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次教程了。